Padre, i miei giudici, più giudici, scendi i miei,终于讲到人家，寺院的钟声，邻居的破钟，家门的春联，墙上的喜帖，都在说明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自然的复动。这次新一年一开始，我要把过去的种种视为扎根的事。我要把未来的种种有一种敬畏的心思，星云大师讲，我要不同的诉说我运行的梦。在这个新年一开始，我一样郑重呼吸家庭里面先拍这个我二人生活当中行善的知识，尤其是那个佛祖后面的那几道不善于情绪正常性格温柔，我誓愿少处习气，增加修养。我无愿发心助心，慈悲待人。我六月四日顺利，身体康泰。我七月修心经，增加慧解。我八月佛教行。众小孩子们在做业务，我九月是一位安定，人民来欢迎是心里多少人？我十月世界红梅，同心同心，自然大福德，心存新思想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
祥，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今晚美好的盛会。恭请佛光山住持新宝。